出春日最后一支点，来交换天边遥远的明月。我问明月为何难成圆，留不住深埋心底的眷恋。山中若无眠，相对望远，许许说心事，欢风不歇，可捎去长久的思念。海浪拥抱誓言，是否等待了千年，却在沙里等下个潮汐，再度相约。春风吹散流年，却只在音乐的音阙，历经多少颠沛漂泊，降落在你的眉间。你的岛屿已抵达，由番茄小说网络冠名播出。你的岛屿已抵达，由中国桃花源网络冠名播出。番茄小说提醒您，正片即将开始。中国桃花源湖南常德带您进入正片内容。灵异古俗有一套针灸法，能够短暂地缓解心上的疼痛，不过这副作用小。什么副作用？它只能一段时间内的抑制你身上的疼痛，等到这个时间过去之后，你原来所压抑的所有疼痛将会加倍的反噬给你。一般人我可以。岛主每次触碰到你，他就会越来越痛，不过这是他心甘情愿承受的代价。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对不起，深夜，我不想再让你承受这种痛苦了。我想好了，只要我们能在一起，就算不能触碰又有什么关系呢？可是这对你不公平。你看这朵花，美好吗？世界上美好的东西不一定触碰才能获得，我可以用心去体会，但是不一样。我会向你证明，就算不能触碰，我们也一样可以很幸福。棉花糖好像天上的云朵呀。起风了，赶紧吃吧，不然火化。你也吃一口嘛。晚风轻轻，长夜无尽，欢迎来到我的海域，摘下风信
编织奇遇，尘世间一起飞行，潜入旖旎梦境，我会成为矗立着的岛屿。不要在喧嚣的深夜，你觉得我们之间还缺什么吗？你看，我现在看到的是蓝天白云，我的手中是甜甜的棉花糖，我的身边有你，我感觉我什么都不缺了。把手给我，我牵着你的手走。哎，小心！没事没事，不要碰我。那是你膝盖。没事，一点也不疼。我背你走吧。哎，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走。你看，走。哎，我刚看到朋友圈，你那个前男友官宣新恋情了，你俩这才分手多久啊？他之前不还……对你都这样，我只是对你关心而已。既然这样，那你陪我多喝两杯吧。好了，我们这个借酒消愁的环节也该结束。
所以，我劝你尽早打消所有幻想。你拒绝我，是因为你觉得我不值得吗？是我不值得。美好的事物不应该被我用来抢。什么情况？胃病怎么又犯了？这么快就吃完了？别打开，里面可是你一摸就会晕的蘑菇。你的胃病又犯了吧？这种药岛上不好买，我给你多备了些。你先别动，让我摸摸你的头。
已经喝完了，快洗洗手，我这准备上最后一道菜了。搞这么丰盛干什么？我只是租你家房子，没有让你包午餐。以后不止午餐，早餐晚餐我都包。你洗我的衣服干什么？顺手的事儿。再顺手也用不着你操心。还有啊，你不用为我准备各种药品，吃什么我自己会弄，都用不着你操心。可是我们都这样那样过了。你再小也是成年人了。那不用负责的吗？小朋友，你几岁啊？第一次吗？对啊，第一次。小蔡，啊，小琪姐，你怎么来了？石野呢？我家岛主他先休息了。这么早休息啦？啊，对，他有些累，就先睡了。行吧，那我明天再来吧。啊，好。小琪姐，你不能硬闯啊！为什么？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因为我想抱抱你。我想抱抱。想起我在你有危险的时候，我至少能够救你。你还是不相信我说的。我不相信。那你是觉得几天没有关系，但是时间久了会不开心，对不对？十一。我们结婚吧。我们银领导的新人就是在这儿举办的婚礼，
从这边跑到那边，这些红沙撑起来的时候可漂亮了。婚礼仪式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去古树下面挂铃铛。我们不交换戒指，铃铛就是戒指。师爷，你在听我说话吗？啊。你刚刚在想什么？没有。结婚那天，你就这样吻我吧。小七，你再等等，饭马上就好了。怎么会这么多？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其实引领一位置花谢又一年无数下人未知心与醉梦中未觉是相思轻轻却回头后就不见你样子还好只剩下彼此
是轻易消失，而我们我已不曾失去。隔着漫长的时光，我们静默对视，悲欢喜乐共度一世，穿越喧嚣的人海，只为等你如约而至。就像夕阳与月一照面，真是生生世世，相爱不迟。